阳君何必为了一时的冲动坏了大事？倘若不给他们个下马威，他们如何畏惧？我天目城乃天下大城，他们岂会错失联姻良机？他们一定会叫住我。主上，快叫住天目城使臣啊！再等等。还等？再等他们都出宫了。我想他们现在的心情应该同你一样。慢些走，别着急。将军，下马。公主，下马。